郑永国介绍自己的作品像个大顽童。100%的人都认为是铁，但是实际上是陶瓷。用陶土做出铁的质感，轻敲表面，清脆的声音跟铁桶如出一辙，让人叹为观止。专心致力于陶艺创作，入神的程度像跟生命搏斗。我是有点开玩笑说，我每做一件我就中暑一次。得意作品蕉叶马，细致纹路全靠手工一笔笔刻画，植物的质感结合动物的姿态，天马行空的创意替郑永国拿下美展大奖。艺术家的自我探索，辛苦不足为外人道，超出了这个泥土的极限。所以说我就说我跟我就跟地心引力在对话。融入考古学的背景，郑永国创造出一系列有化石图案的作品，陶土浅排，有庞贝古城的美感。从这高度上看到这个遗迹，这个城堡一样哈。为了做出时间的质感，必须一块块拼贴。陶土与艺术家的生命相互交织，用无比的耐性成就出动人的纹理。哦，用耐心。有耐心，就是海陆腔。那四线我们说哦，有耐心，哦，有耐心，哦，有耐心。